耶， yeah， 我们要出发了 ，Yes。 大家好，我们来到了金门，<笑>长辈还戴着安全帽。<笑>第一个景点就是机场旁边的观光车。<笑> 来到了和泉购物中心，这里最热卖的就是蛋糕、蛋香跟炒泡面。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刚在这边吃的是什么？吃。 Hello everyone. 大家要进入下一个景点是什么呢？答是蓝亭。 对，这边算是一个蛮好的地方。跟金门不一样，风比较大，可以把你的烦恼吹到九霄云外。对，吹烦恼。大家为什么今天会来金门玩的？这就要从玛丽说起了。玛丽呢是一位非常。
就关掉了。殊不知，这位小姐现在在 Hope 的班机上。我们双手合十，诚心祈祷她能够补到她想要搭的飞机，然后赶紧在金门与我们会面。对，明天她要参加环金门的比赛，那我们也帮她加油，也为我加油。候补选手，对，我是选手二号杨林，蒋杨林。